的发型师上来，你上来还有意义吗？你其实可以先走。其实李荣浩暴雨开唱，陈玉诗歌手网校只差一瓶洗发精。之前在福州进行巡演，可惜天公不作美，整场演唱会他就像是在浴室里唱歌，妆发被淋得一塌糊涂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不美自家，我尝了你嘴角唇膏化的味道，是甜甜的爱情来了这么确定，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发型。尤其演唱不遗憾时，于是更是大到不受控。其实可以先走，其实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对，不遗憾是我自己，不是我说话，你俩弄个毛巾在我脸，哎呀，把我隐形眼镜粘掉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回去了。对，看我戴隐形眼镜是要加钱的。之后李荣浩发出官图，唯美的在雨中唱歌，不过实际是这个样子。就有网友笑说，李荣浩、杨丞琳夫妻唱歌水平先不说，但表情管理真的要做一下了，好抽象。搬上嫂子的浴室漂流吧，浴室歌手了，哥你就差一瓶洗发水了。